这是印尼小岛马拉图瓦岛，位于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东部。这个岛和周围大部分岛屿一样，茂密的热带雨林是猕猴的家园。猕猴在这里栖息已有漫长的历史，8万多年来它们一直在靠水果和种子生存，有时候也会吃一些丛林里的昆虫和小动物。经过数十年的演变，人类成了岛上的主人。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造船者和渔民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开发种植园。如今人类大量砍伐树木，导致现在雨林里的食物已经不够猴子们吃了，但是众多猕猴还是会经常跑来找食吃，以致马拉图瓦岛上的孩子不敢独自去上学。马拉图瓦岛像两臂一样拥抱着一个泻湖，这里的房屋大多建在海边，这样不仅可以方便当地人捕鱼，还可以在退潮时捕捉到海里各种美味的海产品。贝壳类的动物很容易变质，所以抓到后必须立刻烹食。一些渔家也会将吃不完的海鲜运到100公里外的婆罗洲岛来卖钱，他们的祖先或许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在这里种植的木瓜、芒果和椰子树都是猕猴们非常爱吃的果实，但是当地居民并不愿意与猕猴分享。弹弓和气枪自然成了人类保卫种植园的武器。现在这里人与猴之间的矛盾还在不断恶化，想让猴子远离这些果园似乎变得越来越难。托马斯是德国格丁根灵长动物中心的猕猴研究专家，他想解决这一问题。为了避免岛上猕猴绝迹，托马斯建议当地居民发展旅游业，因为马拉图瓦岛是海底潜泳的最佳圣地。对于马拉图瓦岛的猕猴品种，科学家知之不多。迄今为止，托马斯所听说的猕猴是遍布东南亚地区的石蟹猴，而石蟹猴是不必人类所居住地的。托马斯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决定接下来请观赏《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》。